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，贤士同修代表，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《金刚经》。先世罪业，三世因果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循环不已。所以佛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还没修行以前都不知道三世因果的严重性啊，我们也不了解三世因果先世前生的罪业所造成的今生的不如意，百事不顺啊，颠颠倒倒，倒倒颠颠，做事业也都是不如意，这都有很多的因果律啊。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，他来到仙佛寺，来王禅老祖坐前，他一直埋怨说上天对他不公平，国家社会也对不起他，啊，一直埋怨，从来没有一句说他的缺点在哪里。我听他讲，将近讲了半个小时。那我说好了，你讲完了，现在换我讲。我提醒你，啊，告诉你，你今天的百事不顺，都有因果。你的前因就是对父母不孝，啊，你的前因。对亲友不敬，所以你才会啊受到祖先守护神的谴责，你才会这么的不如意啊。那么这位先生哑口无言的。他说：“从来没有人指点我在哪里啊，忘恩负义、不孝、对亲友不敬啊。今天师父你跟我讲的那么白。”我很忏悔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都很简单嘛，
对父母的不孝，你要再向父母忏悔，说你过去对父母的不敬，对亲友的不敬，对父母的不孝，啊，希望父母原谅他，啊，他的爸爸、妈妈都躺在床上，已经病了三年，所以他就很生气的，啊，就对父母说话，口气就不耐烦。我说你不要以为父母躺在床上，啊，就没有事了。你要记住，啊，你祖先、守护神都跟着在你父母的身边，一直在等待时机，时机到了，他就走了。时机还没到，因为啊，知道你对父母的不敬不孝，所以也都在等待着啊，你早一天回头是岸。那这位先生跪下来了，好好大哭啊！所以我们一个人，你在世间上，上有父母，身边有亲友，啊，这个都是眼睛亮晶晶，在看着你，在守着你，你积善，守护神就给你有啊顺利的机会，你不积善，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狡辩，还是无济于事啊。所以这位先生他也就回去了。啊，对的，他的爸爸妈妈啊跪在前面啊向爸爸妈妈磕头，说他错了。刚好以他来的老婆啊非常的感动，原来自己的老公对爸爸妈妈啊年纪已经大了，孝心啊不够啊，所以才会弄成全家百事不顺啊。这都是先世的罪业。所以有的人问我说，老师，师父啊，我前世有没有犯错？那就很简单，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就是啊考核我们现在的啊所做的所行的果。所以今生守寡为何因呢？啊，丈夫先走了，为何因呢？前世轻贱丈夫身，前生啊，糟蹋丈夫身，对于丈夫没有办法来相互的尊敬，啊，趁着你现在有钱，或者前生你有钱，啊，你就作威作福，
啊，瞧不起老公，啊，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，啊，很多当啊妈妈、爸爸的，看到女儿与女婿，啊，女婿一个老实的人，啊，那女儿还有啊岳母啊岳父啊很强势的时候，啊，你也瞧不起啊这个女婿，啊，就把女婿赶出去了，这个人很多，才会造成怨亲怨偶，这很可怜的人生哎，哦，所以让成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，小孩子需要爸爸，小孩子需要妈妈，啊，若是身为父母的，对于啊子女、夫妻，你干涉太多，啊，一直啊势利眼来看待啊你的女婿或者媳妇，啊，而鼓励他们离婚，这种人很多。现在社会上这种很多，你不顾啊你孙子他心理上有什么撞伤阴影，你再怎么样你也弥补不过来啊，很可怜的人呢，真的很可怜，来生一定会守寡啊，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我们的份，所以佛所说的是灵性的真实义，灵性的尊严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，大家未来都是人间人天的导师啊，甚至修好了为天人的导师啊，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圆满你身边的亲友，啊，圆满自己家的啊孩子啊夫妻的感情啊，啊，不然我们身为父母的啊把子女的婚姻感情你把它拆散了，你也要负因果哎，不要开玩笑哎，啊，这个例子很多很多，说也说不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，若是过去有这一些啊思维啊不正确的思想，那你赶快修正，不要再犯，好好反省，好好忏悔啊，人只要能忏悔啊，你的守护神、你的主灵啊、你的指导灵都会原谅的，否则的话任你百般的狡辩、百般的卧龙学斗啊，你还是逃不过良心的谴责，逃不过列祖列宗守护神的监督和谴责啊，所以这一生守寡啊是有原因的。那么对守寡的人啊，我们都是要给予同情啊，因为他天生不知能够尊重啊另外一半啊尊严和生命啊，以及啊他的价值观，那难免来生你就会遇到这个会守寡
啊，曾经我们也一位信徒，啊，他守寡年轻，35岁就开始守寡，啊，做人也很端正，啊，无怨无悔的，啊，栽培两个孩子，啊，先生因为当兵，啊，殉职了。但是的，这位信徒女士，她很坚强，把两个孩子带大，啊，让他们都能又结婚了。所以两位孩子都很孝顺，来抚养妈妈。但是妈妈呢，啊，只是单一单亲，啊，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苦闷。哎，有一天，一个姻缘也到仙佛寺来问事的时候，啊，谈到他。为什么这么拼命啊？会守寡一生啊，也不敢再嫁。他只一心一意把孩子栽培长大，所以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啊。一个是某一个国中的校长啊，女儿呢是某一个企业的总经理。啊，那么这一位夫人来老祖的前面呢，啊，希望了解到他前生有什么罪业。啊，他年纪已经60-70岁了，啊，就开始要寻寻觅觅，找到未来人世百岁之后。有一个安心的明灯，那我就拿了3世因果经，一条一条的念给他听，啊，结果念到，啊，今生所寡为何因呢？啊，前世轻贱丈夫身，啊，这一位。女菩萨哭了，我说你哭什么呢？啊，你也很辛辛苦苦培养孩子长大，你哭什么呢？啊，他透露一个心声，啊，他啊老公在当兵，啊，对于在当兵。常常不在家，都很埋怨，啊，对老公讲话，啊，都口不遮言，啊，顺口就说，啊，那么等到老公殉职了之后，才恍然大悟，他的嘴，他的想法、念头。非常不好，啊，才会今天这么苦，啊，有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三世因果，啊的重要性，啊，前世罪业都是凸显在这一生，啊，你这一生，你认为我做人还不错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上天这么不公平？上天绝对是公平的，啊，只要我们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，你就会能够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、所言所行到底合不合理呀？啊，往往我们人啊，夫妻
啊，都是爱很深啊，你爱很深，应该用关怀相包容，而不是用谴责，而不是用指责，而不是用责备的啊，轻贱另外一方啊，无论男的轻贱啊老婆，或是老婆轻贱老公，这个都是会有因果报应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，我们是修行的道场啊，我们将佛所说的一些真理呢啊，可以转述给你的亲友。好，那么这一点啊，今生所寡为何因呢？啊，原因呢，前世轻贱丈夫身。那么今生如悲为何因呢？啊，前世忘恩负义人，忘恩负义。啊，现在很多家庭管理的制度，时代在变，需要一些家庭管理。啊，若是我们帮人家庭管理，你是有无上的功德的。可是我们常常听到、看到报道，啊，那忘恩负义的人很多。啊，忘恩负义的过河拆桥，一点知恩感恩都没有，没有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，永永远远啊不会有所出头天呀。啊，这个很严重的，不要以为说我这么做谁也不晓得。甚至我们中文的弟子，你忘恩负义的啊，以为师父不晓得，师父不会去管你，而是你的护法神，而是老祖的护法神，师父有护法神，可以很清楚的啊，在了解你们做所行所言。所以我们做人处事，记住不要做到忘恩负义啊，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就是要受到天谴的谴责啊，这个是佛所说的，佛所说的真理啊，不是人所说的啊，妄语。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，大家呢要本着啊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修行了啦。所以修行不是只有在那个口腔，不是只有这样，那是太狭隘了，而是在日常生活啊，你的做人处事合不合人情义理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啦，啊，今生眼明为何因？眼明啊，前世啊，手游点活灯。啊，我们现佛寺或是台湾各宗教道场啊，这每年的初一到初九都有给人家在点油灯啊，点灯来求光明啊。所以啊啊，我们啊平时的布施油灯啊，在佛前点油灯啊，会给你的，慧眼光明，心眼
清楚啊，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，祝福各位。